脑袋、眼睛、腿、腿，这不绝对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不满意呢？咋的咋的，这腿不招人稀罕呀？这羡慕我，羡慕成啥样？羡慕成啥样了？天天看着贾玲腿都流哈喇子。哎呦我天！一个部位说了仨，喷吧喷吧。我的小肚腩，可以吗？晚了晚了晚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你也被喷了，你说真的是。最不喜欢王牌家族的谁？一个字。你。我们俩撞型了。这个包袱太响了，我们俩撞型了。那撞太狠了，都把你撞变形了。王牌家族最不想谁来参加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真是你。真是你。我得走过去。只有你，只有你，你差点摔了。Only you， 这屋里你最讨厌谁？三个字儿。想说我发现我名字俩字儿，对吧？对，我真想杨杨迪呀、啊。直播间里最不喜欢的明星是？哪吒。脸有点胖以外，好，对不起，杨迪，喷都喷完了，怎么才说？感觉这个时候说的真是实话了。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四个。什么东西、啊？你的通告费是多少？公益免费。形象高大了许多，竟然没有被喷，凭什么？这凭什么？你最不喜欢的运动五个字儿，不，从来不运动。六个字了，六个字儿，喷喷喷喷喷喷。上厕所没带纸怎么办？六个字，打电话去求助。漂亮。求助谁？打电话不是打电话，求助谁？真的是游戏黑洞。打电话求助谁？最不喜欢女生性格的四个字，奸懒馋滑。有文化，有文化，有文化，这个有文化，这个。因为这就是我哥自己本质啊。我把它放大了。王耀庆、关晓彤、杨迪三个人去你直播间，谁的成绩最差？说实话吗？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快、啊，谁？对不起，告辞，我走了。告辞，告辞。薇娅，再见。薇娅，当我没有来过。你不能走，我们想听。我们仨到底是谁？瞬间觉得踩坑了，对不起。那换个说法，谁的成绩最好总可以说吧？说实话，真的不太一样。然后那个小童去的话，就是大家都会喜欢他，而且卖的是最好的那次，成绩最好。那是一般的是谁？对，谁第二呢？谁第二呢？啊，我觉得踩坑了，对不起，谁第二？告辞，告辞，我又踩到坑了。这个问题也别回答，也影响我们的一些商业资源。让我们小童获胜。这轮要接受淋雨惩罚的是王牌家族。王牌家族，请自己选择站在哪个水桶下，看运气了啊！两个是有水的，来，你们先选，剩一个最危险的给我。小童是第一个选的啊，他选粉色，他喜欢粉色。看看啊，他们一般来讲，第一个应该是空的，凭我对他们的了解。哥，那我去，我听你的。你去吧。嗯。完了。红的和蓝的应该是空的，我就看你分析那么多，最后你那个有没有水？我就来这个吧，准备好啊，来，每人握住自己的那个绳子啊，往后站一点啊。强哥，你握的是我的。请准备好，王牌家族接受惩罚，三，我相信我自己，二，哎，我怎么觉得是我呀？一，拉。
腾哥，还有50%是你。3、2、1，拉拉。我们别拉黄的，直接让腾哥来判定自己的绿的有没有。往前站点。1、2、3，拉！1、2、3，拉！哎呦！哎呦！小童，你选那么早干嘛？这轮玩法升级，任意提出问题，对方必须给出3个答案，字数不限。好，正蒙开始吧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打头来。好嘞。最不想合作的3个男演员：杨迪、王耀庆、沈腾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提起来哟！你等，你要是让观众看见你跟我们仨合作的，来，贾玲提问。这个心口不一的女人，贾玲。王耀庆、杨迪、关晓彤，4个人在你直播间，最喜欢哪3个？打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呀，好惨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说3个你认为卖货卖的最好的明星，就在他们4个里面找3个。但有一个没去过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薇娅，我们仨都来过，就说我们仨怎么了？一定要把我们排出去。你最不喜欢自己的3首歌是哪个？我3首歌，最不喜欢自己的啊，昨日今天，啊，我未来嘛，未来会写的。为什么花那么大劲要写出3个不喜欢的歌？明知道不喜欢的歌。那个齐天小胜，我的帆布鞋，逗狗。怎么有那么多自己不喜欢的歌？你看过丫丫姐最好的3部戏是那个超时空同居宫。花花最好听的3首歌，最好听的3首歌。我一首都不喜欢。你要说3首，我不，我猜这就不知道。我一辈子会的3首歌，我都用在游戏里了。评剧，男生缘，爱情鸟。气死我了！提问。在国内看过最难看的3个电影或者电视剧。电影或电视剧，《夏洛特烦恼》。羞羞的铁拳，疯狂外星人，这都不爱看。我就跟大众不一样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有人看没人看，过上2天再瞧，怎么着？快提问吧。花花不，那个丫丫，介绍3种新疆的甜食好了。哈密瓜、梨杏。这么自然，不能是不能像我们似的做作一点，想一想。哎呀，急了。甜点，新疆啥都甜，新疆的姑娘最甜。哎呦哎呦，为什么？说出3个理由。日照时间长。加速提问，你们提的越快，对方越难反应。这，我哦，幼稚。最讨厌的3种食物。哇，3种食物啊，很难的。猪血糕可好吃了，我真的不爱吃那个。除了猪血糕之外，再说出3种不喜欢吃的食物。那个臭豆腐，长沙臭豆腐，然后杭州东坡肉。看看反方同学的嘴脸，看看。那个。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你都不喜欢吃，他都是说实话的啊，他这人实在。沈腾哥合作 NG 最多的3个演员 ，NG 最多应该是我自己。还有2个，3，黄渤、二，黄渤、李锤。哎呦，呀，说的真话。我说这3个人说的是谁呀？他说的李纯，有个演员李纯，女生。没有没有没合作过，也就是因为。前2天刚来过，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来别人，瑟瑟发抖。